来两块大豆腐今天。啊，这大豆腐、卤水豆腐，我这净给我手打，给我菜板切，菜板切挺标准。今天来个麻婆豆腐，给我妈，好吗？麻婆豆腐是四川人好吃的。嗯，四川名菜呀。四川名菜呀。那可不，妈，哎妈，掉了！一听名字吓够呛。咱这两块豆腐是吧？两块。都整的。都整的。咦。怎么那么大眼呢？我妈一到这个点儿就先吃点啥。这时候妍姐拿的蜜枣是不是？啊，可甜了。看、啊，你看，我不让你吃吧。我一吃啥你就能瞅着。你特意来上这儿吃来了。肯定上这儿吃来了。这个里是，哎呀，黑米饭。这一大盘子。来点豆腐。去去豆腥味儿是吧？对，定型了这叫。留出来点，明天打酱。再控控水。热锅凉油。老抽。哎，行，高豆腐咸呢，爸。有点辣椒面。这家伙可能辣呀。这好吃啊！我爸吃不多少嘛，这是专门给我们总监做的。哎呀妈呀！来点汤。来点豆腐。哎呀，这家伙怪红的。酱油。一品鲜。哎呀，挺辣呀。嗯，这菜必须得辣。哎呀妈呀！哎，小肉丁，小肉末削进去，咕嘟一会儿啊，哎，炖一会儿，这家可够辣的了吧？啊，辣死了！哎，有点汤行吧？对，泡大米饭，有点蟹，哎，妈的葱花呢？都扬了，来，扬了吗？不用都扬，扬一把就行。哎，这家都不少啊。嗯，哪个些？大葱花，我说。哎呀妈！麻婆豆腐，这才是麻的。高上啊？对，撒上。哎呀，它咋还不出呢？哎。不出，搁到嘎一下。酸奶炒肉，酸奶焯一下子啊！肯定能装下吗？你就听我的。嗯，没有问题。嗯，我眼睛还是准账的。嗯，辣根儿。你拧啊！哎呀我的妈！来我整。哎呦我的天！妈，你说你脱离了网吧可咋整？哎呦天！这咋还没棒呢？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咋唠？生抽。哎，这简单的凑四个菜。尝尝它辣不辣呀，妈？酒呢？这呢？这个我爸是够呛啊。没事。啊？你爸没尝呢。吃干的不吃稀的行。行，我爸有俩菜呢，是吧？我仨菜。谁还能吃稀的？一人一个菜。哎呀，麻婆豆腐主要是汤。哎。味道都给汤里了。那好。那你喝汤。汤拌蛋。嗨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是麻婆豆腐，
麻辣豆腐，俺们在老家就叫麻辣豆腐。老下饭了哈，开饭，大家吃好喝好啊。好吃。哎呀，嗯，辣呀，辣吗？我吃豆腐了，没事。我吃的也是豆腐呀，挺辣呀。你吃豆腐，你蘸汤了，这样正好。等会这两块肉整不整？你这个玩意儿现在多少钱吧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钱一斤，嗯，到夏天都贵不少。有的时候我买那个15块钱3斤，20块不是20块钱，15块钱3斤，十五块钱，十五二斤，20块钱3斤的，那能差不多。卖给你这个一个不识数的老太太，算不过来账。那不是算不来账，时间长了。这行，嗯，行，嗯，大蒜，嗯，因为有心蒜吗？这里就是心蒜，嗯，给你快点，我不管，你快一勺嘛，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这个成我快的呀，麻婆豆腐盖饭，汤好吃是吧？那，不能吃辣椒，我这行。哎呀，这是真下饭。哇，再来一半蒜，跟那个小鼠学，再来一半蒜。做点可好吃了吗？嗯，你这么吃饭胖吗？这不是一个味儿。整一口啊。嗯。哎，冬天。来吧，这样。我爸现在吃饭得紧着嚼，一般情况现在不咋说话，现在嚼的慢，就得紧着倒着。说话耽误吃饭，说啥话？特别是上自助餐那个，我爸几乎不说话。得亏没高盐啊！嗯，你不能高盐。嗯，这个不咸。别酱的高盐，但是不咸。香辣开胃，下酒下饭。我这能知道的词儿，我基本上都使上了。嗯，还有啥？没啥了。是我最得意的饭。现在俺们俩不咋吃辣的，因为我爸不咋能吃。这个辣还是辣点吃的香。这个辣度像你妈吃的不够辣。嗯。能吃辣椒的这都不算啥事儿。那一个豆腐怎么辣呀？把这些蒜你都吃了？嗯。哎呦我天！你俩来个吃蒜大户。蒜都比这个菜辣，新蒜辣。这里都辣，这个菜也辣，这个菜也辣，这个菜不辣还得蘸点辣汁。我妈擅长总结。这汤能喝吗？不能喝。能喝。能喝。我不喝。他啥都能喝，完他不喝。嗯，我不喝。人家说这油是，嗯，这油可好了，完他不整，他不吃，嗯，啥人都是的，那个可好了，完了他不整。这吃饭下饭，吃馒头，吃我没事就爱吃面食，对对。你吃大饼子正好啊。嗯。我寻我尝尝这个汤汤。啊，这个汤啊。嗯。那汤好了。我妈就快海鲜汤去了。就是。我寻思你要尝尝这个汤呢，我尝那汤呢。
凉了吧？不凉，你这个汤上行。咸淡呢？也还行，有点咸。咸个滋的，还说这玩意儿能剩呢，一点都剩不了。啊，我这灶火上。你告诉没吃什么呢？谁呀？你呢？我就吃豆腐，我还没少吃。我这一块不都是我吃，我就吃干的，不能吃稀的。咱家以后这个量就正好是吗？嗯，稀的不行。酸盘菜，俺家饭量大是咋的呀？吃出响来了，不用开吗？那你出汗了？没事，那个。俺们家菜量大是咋的呢？我爸不咋吃主食，晚上很少吃，不吃。完了之后就得吃菜，你这吃菜不得吃饱吗？是不是啊？就得可劲儿吃菜。啊，所以说俺们菜量就得稍微大一点。完了我还能吃，我妈不咋吃。我也没想吃。这说实话，我妈不咋吃。那你吃菜？你这以饭，以菜代饭。对。吃啥我都吃，你这些菜你不吃。陪你吃饭啊？有没有了吗？没有。啊？我妈喝的怪怪的。你那也没有了吧？没有，这有。来，这小瓶还有几瓶啊？一箱。这个玩意儿。最后的一箱，没事。没舍得喝，舍得喝。完了，还有几瓶大的，还有几瓶易拉罐，就喝没了啤酒。以后就少喝，是不是？说话得算数啊。哼。是吗？你爸爸说夏天喝啤酒凉快，那你说夏天不喝？那你就不喝白酒，喝啤酒。嗯，也行。来呀，喝啥还不行？你看自个儿喝没了，来整口。喝点啥都行，夏天喝啤酒那不成、哎。这玩意儿搞点麻椒也行，它就比这个麻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顶着嗓子是麻。花椒粉。花椒粉，麻椒粉呢？花椒粉。花椒就是麻的，我麻的，搞点那个麻椒粒子，俺就更麻。嗯，我爸不吃。搞点麻椒油。我跟你，咱俩都愿意吃那个花椒、麻椒。嗯。麻椒粒儿，就咬那个。你爸不吃。你看咱俩做那啥玩意儿，那渣子都不往出搭。我这没有真的不吃东西少是。不愿意吃花椒粒儿，不愿意吃麻椒啊！我俩还专门愿意吃那个呢。我爸是怕卡，我俩就愿意吃。花椒是吃，就是他那粒儿不行。嗯，我爸是嗓子比较细，你像平时吃药啥的，就那胶囊啥的费劲，那个、老费劲了，那、嗯、费劲够呛的。那花椒壳你要卡这个牙这个窟窿的，那你没个整贴嗓眼。那你看你吃东西那家是多少都能脏你，那就是不好吃的不愿意咽。不是不愿意咽，你得控制它，你不控制就卡嗓眼，那玩意扎不来再贴嗓上就废了。那就那能扎嗓子？你像这海鲜哪不怕那皮皮虾哪不怕卡嗓？这没事，这你拿去吃进去了。这你们那是两回事。就是愿意吃。妈也会吃，你喝那汤，那汤鲜的，一桶白酒。那你咋不喝呢？我不要喝。不是说不让你喝，你喝呗。我不要喝稀。哎，他整那玩意儿，我吃那玩意儿必须都是，他都说是好的。哎，我吃啥啥好。你看你妈你人家呢，人家整的好，人家吃好呢。有营养。他吃那个都没有营养。这是这辈子的口头禅。嗯。你要说整啥玩意儿？你老太太要整，你可别把你赖下。那样，咱俩吃东西不一样。我愿意吃干的，你愿意吃稀的。怕赖、嗯，我爸可是怕赖。你啥事儿你别想赖上我爸，赖不上。嗯。那无缘无故你往你身上赖，那都行吧。那可以有一样好处，在外边啦，谁你啥事你别赖我，不惹祸，你别赖我。没有这些年没有，没有人谁赖这些年没惹过祸，该咋是咋。谁还赖我身上啊？我也不跟谁干啥，吵架也不、不吵架，那个不打架，不动手。
打工的还能吵架呢。嗯，打工的就差一半那么点儿。你像我做饭，你跟接触人多，我净做饭。打工这些年几乎净做饭，做饭食堂接触人多，煮饭茶事儿人啥人都有。你现在吃饭啥的，你给他打多了、打少了、打好了、坏了，你这都有些事情都不好处理。嗯，你盛多了、盛少了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有时候给他快快肉了，不快肉了，那有的人那真的啥人都。也有那个起刺儿的，是不是？还没有，有吃馒头的掰掰喇的，剩那掰喇他就扔他了，或者啥，那不浪费了。这里还有半杯，来喝呢，干的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哎呀，这酒一听说这干杯的，嗖下就下去了，没了。一人一瓶，那不没了了，菜都吃没了，酒也喝没了。剩这两块花蛤，一会儿嗦了嗦了啊。我妈喝点汤，我妈愿意喝汤。明天我买块大牛排，给我妈弄点汤，硬菜，好吗？整点硬菜，隔三差五整点硬菜，不能天天整硬菜，那个整不了。感谢大家啊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拜。